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说麦宾公司是不是。就站起来指着那个人方说：“你如果冤杀了我，你用什么来还我？”问说爸爸之后能不能出来？我不认识你，但是你直接伤害到我无辜的家人们。一个礼拜写个两封三封，让他知道在监狱里面我还握着他的手都没有放。还是我们就算了。